人类到了一个就是培养出一个共产党这样的蘑菇，能把香港、台湾、新疆、西藏、俄乌战争、欧洲、美国，能搞病毒还搞疫苗，所有全球的媒体都不敢说共产党一句话，发个 Miles 波都给你屏蔽掉，黑暗到什么程度？所以说，正义、自己、利益、金融、货币啊，最后的人类的裁决权都在无限。所以最后的答案是，2025年以前，一切你想象过的都会发生，发生完以后，一切都是新秩序。而且共产党一定会被消灭，台湾、香港、新疆、西藏一定会不，我不再相信未来有中国，一定是联邦国或者多个国家，根本不可能再有俄罗斯，一定整个东欧所有国家，俄罗斯重新回到1000多年前所有的国土回归原位，而且就像欧洲一样，你可以联合，你不可以成为独裁的一个国家。而且我最终相信，美国快再衰落，但美国是一定是对抗秩序的最重要的瞬间。所以说，2025是人类新生的开始，我觉得地球应该加上一个字儿，叫新地球。